现在时间分配会就是以家庭为重，或者是事业，就是以家庭为重。哈林与陈庆2016年与主播张嘉欣结婚后，陆续生下两个宝贝，这一家四口幸福美满啊！就连今年过年，哈林还酷搜献上与妈妈合照的全家福，只不过全都是用哈林的脸 P 的。苹果本月初也曾拍到哈林出席尾牙，隔天携爱亲步行返回位在台北市信义区的亿元豪宅台北花园。但根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原本就居在逸品大厦的哈林是为了平息婆媳失和，才斥资寓意带张嘉欣搬家。据悉，婆媳两人因为亲子教养的观念，成为婆媳失和的导火线。而台北花园只售不租，每户坪数不含车位，从105坪到126坪不等，单户总价至少1.5亿元啊！可见哈林也是荷包满满。但哈林也透过经纪人发出声明，关于周刊报道内容均属不实，尤其于妈妈现在就住在哈林楼上，